前途是讲不宜食入立干废地，又是讲长日积湿土入立门不济，积泥入积金门妙法华经。这段文啊，咱爱请用心来体会，但修行啊，到底是不是真正已经得到智慧文化，莫非就是会当开启智慧啊？过去的愚昧啊，从咱有生以来，一直呢，都是在人群中，世间真多烦恼无明啊，污染啊，咱随波逐流，也就是安尼伫咧过啊。现在已经听到佛法啦，人生的道理啊，要开阔心胸，不是干呐，修的家己的利益，知啦，因为呢，修的家己的利益啊，难免就是计较，啊，计较呢，惹是生非啊，啊，就会真多烦恼来，所以咱清楚了解。所以我们要追求佛法，开启我们的心胸，下去基建啊，安怎样可以接受以佛同等体会天地宇宙的真理，人与人之间要安怎样互相来容纳？人甲人的中间啊，要安怎样去付出？这就是咱学佛从人事中去会道理。也咱那是干哪？知影人事啦，啊，知啦知啦，人生无常啊，了解啦，莫甲人计较啦。哎呀，我来独善其身啦，这呢，就是譬如啦，那徛伫高原里，底下伫咧插针啊。但是高原的面顶啊，伫咧插针，就是看到打一坨，你真用功啊！但是呢，也是坨一片都是打，这个人怎样佛法开始呢？开始伫咧用功，伫这个人事上，咱体会了解生老病死啊，人生苦难不苦，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苦，万千回苦，求不得苦。五蕴一生苦，合起来就是不苦啊！这，敢若讲人的一世人，
每一个人都躲不过的不苦，知啊，无聊死啦，生生世世，尤其是呢，也了解啦，无明佛者，再来生无一定是人心哦，再来生。无定就是伫畜生道啊，畜生咱拢有看到啦。伫世间看会到的畜生道啊，一种的生活，由不得自己啊，任人宰割这畜生道，一种的生。也是同款的众生中，也有的人啊，生来人间苦难啊，人间的五鬼道，还应该，咱也常常看到国际间啊，乱呢真多，贫困苦难的国家。贫穷加上天灾，加上人祸，这种饥饿啊，等等，这亲像人间的地狱，亲像人间的魔鬼啊，都是由不得咱自己。啊，大家人透彻了解哦，所以。决定修行，唯有修行啊，还是修人天福，或者是呢，要了脱生死，修人天福，那就是啊，干那知影做福，无想要研究佛法，无想要听经，无想要。佛团队的内底哩，只是敢那伫外面听，外面知，啊伫外面呢，怎样？哎，是即福之家有义情哦，听入去啦。所以愿意呢修行啊，好，所以。拜天拜神拜地，好一直拜呀、啊，也愿意做一挂小善事，安尼，真呢，就是无立佛法，佛法无立心，唔知呀，有个人拜拜，伊就认为。啊！我是佛教徒啊，我有拜啊，土地公啊，神王爷啊，我拜好兄弟啊，啊，我拜哦，真多啊，所有的神啊，通通有名的拢总请，因为呢，这些神啊，拢是会当求，会当保庇，会当顶顶啊。这就是求人天福，也那要了脱生死，那就是知影佛法的道理。但是呢，就是求自己啊，独善其身，不顾他人。个人修行，个人。地啦，这就是天土时光。伫大一土，无有最美的高原。伫迄个所在，一地呢，伫咧骨土啊，上面呢，会当求得水。这就是亲像入迄个干废地。同款啊，虽然真勇敢，
有得到智慧啦，确实呢，真肤浅啦，无有水分来滋润。那这些有智慧的井啊，无有水来滋润，也无法度呢，搁再延续这个善的经济。慧的经济，咱应该爱有慧的因呐、啊，才有法度生出福的缘呐、啊。这个慧因福缘呐、啊，爱汇合起来，这是真理呀、啊。但是，敢那修慧，无想要修福，滋润他人。真的就是敢那伫干悔的内底呢，叫做干悔的，啊，因为施工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伫咧用功听法，也都爱用心听入去，所以已经了解方向啦，知影。咱要爱得水，一定爱有水脉的所在啊，咱才有法度得到水啊。啊，敢那伫高原呢，无水脉啦，啊，一直施工安尼，真打拼伫咧用功啦，敢那为家己，即亲像一个打扫的土地，无方向啦。爱有方向，所以方向爱用心啊，去精进，去施工，好好呢去付出吼啊，渐渐日积，自然呐、啊，这个石头都会看到哦，咱安尼方向对啦。水脉对啦，所以咱已经开始看到淡的土啦，淡土已经看到，就知影讲下面呐、啊、是应该有水，所以这就是譬如呢，立文不济啊，现在。已经在不济里，迄个真实的智慧啦，了解呢，一切皆空。哎呀，要求什么人天福啊？无啦，要求什么家己呢？断生死啊！你烦恼也无去除，带着烦恼呢，自己的。执着，安尼伫咧用功，那有法度真正去体会到真理呢？家己还阁无空调啦，虽然已经听不济，也未空调机械，不济经也已经听啦，我。一直有我存在，真正的法界啊，就要空掉了一切，到个真空啊，连自己都无咯，迄个自己都无的法界啦，那就是唔是为自己。就是为天下人群，这就是无私、无己利，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，是求天下的利益，是求天下众生的平安、解脱、苦难，不是求家己。这种已经到无我相，
无人相，无受者相，一切拢总无啊！这呢，这是真正的，迄、那个我这真空。所以讲，时间，咱伫迄个水面的面顶里啦，开始伫咧用光啊，看到淡的糖，那就亲像呢，伫八界经的内底，已经得到智慧啦，干那得到智慧啊，也阁无够，所以爱阁继续开落去。因为呢，智慧了解，了解真空，真空就是含着妙有，这个妙有呢，会当得啦，那就是爱到净水。因为呢，水啊，净水会当。先得一切烦恼果，所以在那个石头再落去，就是泥，看到那个湿泥啦，泥土一时，那就知影再落去呢，就是净水啦。这呢，至泥，就是譬如呢，现在。已经呢，听到啦，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出污泥而不染，这清净的水，那、啊、这都是咱为追求的佛法。所以佛法在人间呐，咱要真用心。那干那讲为家己啦，修消法啦，啊，家己修的是消法，想要得到大利益呢，这是无可能啊！就亲像佛陀在世的时，他用地主讲法的时呀，也嘛就是用譬如来教育。佛陀向弟子讲啊，哦，过去有一位贫困的人，啊，这个贫困的人啊，虽然是真贫呐，却是呢，身躯边啊，也有一点啊钱，这个钱呢，是将伊。做工得来的钱，有一点啊钱滴咧啦。确实呢，伊看到人富家啦，真好嘢的人，好家人真多钱啊。啊，家己呢做工啊，才得到一点啊钱尔定。一直都安尼想，我若遮个钱，若甲遐尼正侪钱个人相比较啊，实在呢是太少啦，啊，遮尼少个钱呀，我留着要创啥物呢？哎，甲大呢注意灵气，身躯边个人啊，赶紧都甲伊动起来。就讲啊，你为什么呢？这个钱要甲担咧水底啊？伊就讲，我一点啊钱，你看人因呢是钱遐尼多啊，遐尼好呀，啊我一点啊要甲人安怎比呀、啊？啊，旁边的人都甲讲，虽然啊。你这点啊钱，无法度甲好野人比。不过呢，你这点啊钱呀，嘛会当呢维持你几啊天的生活哦。
你哪会安尼都要甲伊单调去呢？佛陀讲来到这，就再搁再讲，世间人甲安尼共款呐，有人是种愚痴的人呐、啊。虽然呐、啊，听到佛法，知影讲佛法真好啊，我愿意出家，出家。在净土庵里呢，伊希望啊，会当甲大家人拢总共款哦，有德行的人啊，受到信徒啊，安尼呢，遮尔遮丰盛的供养啊，那家己出家了后呢，虽然呐、啊。三顿免烦恼啦，但是呢，所接受到的供养呢，无法度呢，甲高僧大德相比，人的恭敬、信徒的供养，无法度甲伊比呀，也阁差遮尔多啊。所以，我伫这个僧团呢。安尼伫咧修行啊，好、哦，我嘛感觉也未教人平等啦、啊。不懂讲到这，这就是愚痴的人，你满心烦恼啊，道德也未成就，你都真想要教迄、那个道德高的人相比。道德观是原来呢，是老实修行，心的烦恼气滴，显出了伊的德相，显出了伊的德行，得到呢佛教徒平常求佛法的人所。尊重啊，所以人对伊的供养，对伊的尊重呢，当然啦、啊、是无同啊。修行的德行是家己爱好好修行啊，爱得来了慧的德啊，那就是爱你平时呢。爱弃敌烦恼，爱修福修慧，才有法度呢大众的供养啊！那佛陀讲这的话啊，和修行者了解，和修行者知影，修福修慧是累生世来。不是呢，干那安呢？现在发一个心入净土呐，也都要教这有修行的人去比较，比较，那就是一直为自己伫咧计较啊，都亲像迄位愚痴的人。做工所得到的钱少，但是呢，入僧团来是为着呢，会当三顿唔免烦恼，唔免去劳苦伫外面做工。三顿既然会当免烦恼啦，一拨千家饭啦，但是呢。你也未修行，都想要予人恭敬、尊重、供养，这都是愚痴的人。不管是在家啊，也未得到佛法的凡夫，或者是呢入佛门来，
在僧团中在咧修行，就干那为着家己，这拢总是无耻的人啦。但是呢，入佛门来啦，嘛是真认真在咧修行，只干那看到今生出世，那也无去想着累生世以前啊，咱到底呢？受偌济悔呢？咱到底呢？结偌济福缘呢？那只干那知影现在，唔知影过去呀、啊。咱应该安分守己，守伫现在，做诶代志，这是认真做啊！这就是施工。咱要好好用功啦，要渐渐呢，挖根啦，对着方向，挖根，一步一步挖根啦，自然啦，你就从阿含入方等入不解呢，了解世间的代志，唔免计较。知影呢，人生啊，苦短啊，一世人的慧要安怎地发中地？一世人的福应该是地人群中地，人群中啦、啊，修福缘啦，地发中呢地慧，好、哦。会享受，应该是安尼渐进啦，真诶，这是真正咱啊会当从湿土啦，到泥吼至泥诶土啦，即会当呢往下插落去呢，那就是清净诶水，那水呢？来滋润大地啊，水呢会当净中，这个善经济成就功德拿，应该呢这些爱照着这个道理顺序，所以咱学佛啊，应该有阿弥的信心。耐心，用真纯真的心去探讨阿弥的法，吼啊，佛法啦，不离人间法啦，离开人间去求佛法呢，啊，亲像鼓膜托岗吼，那伫骨壳的面顶要求伊的门，那有啊。那伫土啊的头顶呢，要求角，那有啦，这是求不得啊。所以咱爱真正顺其道理，所有的生物啊，都有伊的道理啦。天地宇宙间，万物皆有道理，这就是爱顺伊的道理，顺伊的法。阿弥呢，这是真正咱学佛的方向。来，正面的文呐、啊，就是施功不易吼。那、哦、因为呢，因的高原呐、啊，阿弥在咧传茶求水啦、啊，在高原要插井呀，要求水。无水脉的所在呢，要伫迄个所在求水啊！吼、哦，这离水呢，也阁真远，这是前面呢所讲的吼。
时光不易啊，但因为安尼，伫迄个高原插井啦，一滴一滴滴咧插啊，真用功吼、哦。那这都是爱知影，伊一滴插落去呢，同款啊，就是方向正确，水面吹到啦，安尼。就转见石土，直直吹啊，将干土一直吹到呢，迄、那个石土，安尼呢，看到石土啦，随渐起呢，哦，慢慢啦，就看到泥呀、啊，泥都有水咯，吼、哦，机心决定啊。滴水不进，就知影水已经是进水啊啦！即菩萨亦复如是吼，哈、哦，咱古正就是安尼啊，好先看到泥土，哈、啊，才看到水啊。这个水呢，啊，佫也袂清，浊浊的水，你都还佫直直擦落去，擦干呢，迄、那个水啊。是抽起来是真清的水，伫咧擦净拢是安尼啊，这就是地底下，咱需要水啊，那都爱真用功啊。接落来这段文，佮安尼讲，若未闻未解，未能修习。是《法华经》，当地是人呐、啊，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愿呐。好、哦，这咱已经知了吼、哦。这那是咱阿未听这部《法华经》，那听呢？也未了解啦，经的意义，呀，就是表示咱也未用心啦，真用心去修修行，去分析这个《法华经》的道理，咱也未真心去分析吼，这是也未啦，所以安尼的人。就是拢总也未真用心啦、啊，所以也阁有烦恼，烦恼呢也未解脱，就亲像伫迄个高原的面顶，也阁是伫干废地吼，干那知影世俗事，拢总清楚啦，苦集灭啦，知影要求道，但是呢。干那知影苦，知影苦从集来，也阁唔知影求道的方法啦。所以要安怎样灭？灭掉了烦恼啊，也阁带着烦恼呢，伫咧修行，这呢就是伫高原伫咧插水，也阁有烦恼，也未起底，所以呢未能解脱。当地世人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愿，就是用地咱就会当知吼，这个人距离啦，距离到迄个正定觉的地方，还阁真远，如见干土吼。就是讲，距离水面，距离呢，迄、那个正定觉的路，还阁真远啦。如见干土吼，那这就是，这咱开始咧用功，只是干那知影苦集安尼念定，要安怎甲灭呢？迄、那个道的方向，
咱也阁无真清楚，所以已经立这个干废地吼，知影人间事啦，人间一切可空无常啊，这咱拢真相信，咱也真了解的啦。但是呢，要甲伊灭掉，才会苦集的源头。啊，这个道呢，要安怎行？方向呢，也未真清楚，所以也搁伫艰苦的面顶哩吼。那、离水也搁真远啦，所以也搁真远。啊，要到近来呢，真的就是用安尼来譬如吼，那譬如咱就会当了解。就亲像佛陀要甲弟子讲话啊，好唔通呢？轻视小小，咱开始都要有起步。啊，小小的功德，都要甲德行正观有修行的人相比，这是骨气。所以咱出家。入佛门，那咱老实修行，按照咱的规矩呀，好好修行，哈，莫甲人比啦，各有因缘呐，把人过去生的因缘所结的因呐，所做的缘呐，所以把人甲人的中间，人甲人的中间有缘。但是咱也搁甲人的缘也搁差遮尼远啊，咱更大的认真，还甲人结好缘呐，要救慧在法啊，那要救福在行啊，伫人群中啊，那人群中呢，入烦恼中呢，则有法度呢去体验甲佛法。会合啊，这就是咱爱真用心去体会。啊，你那个佛法，甲甲灵魂甲分开啦，那安尼呢，咱都无法度去真实体会，就亲像甘土，要到迄个净水啦，那都是永远真远，因为你的方向。无对啦，这地底下的水脉呢，你无有对着迄个水脉，所以你爱搁再继续用功去找着方向，找着水脉，自然都有石头，自然到泥那，搁向下落去，那就是水啦。所以咱必定呢。知影世间事了后啦，世间的代志，咱看会到，事体法了解清楚，咱就开始，那爱用方法灭，这个方法呢，要灭掉了才会苦，这个方法啊，就是得道，啊，这个道呢，就是爱福加。会啦，哎，两足两行拢爱记住呢，铺落来一路啊，这咱爱用心，这佛陀伫咧讲经无不多时呢，用这呢浅显呐，安尼来教育哦，好，这个做工辛苦，赚少钱啊，要甲好野人比。
伊都要甲少少的钱都要甲淡掉去啦。也过中间有人来劝伊啊，虽然少钱，你嘛阁会当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，这才是正确啊。所以法你若无了解啦，苦难的人要甲富有的人相比，这是要安怎比呀？同款的道理，所以讲入佛门来，都要去透彻了解世间法，拢总清楚。那佛法呢，一点啊都袂当马虎哩，嘛是爱真认真呐。所以爱伫佛法中呐，佛法中呢用世间法互咱看，将世间法呢爱回归呢佛法的真理。所以讲起来是这么简单，做起来呢是这么不简单。这就是我们要真用心，叫做用功啦。学的高原已经是干肥吼，参加呢爱搁在方向对准啦，咱这应该爱知啊。如此经，一部经啦，如此经啦，是圆观三昧吼。啊，伫这个经的内底啦，此经那就是《法华经》，那亦有三昧。三昧，大家人知无？文殊修啦，文慧呢？那就是从听闻佛法生起了咱的智慧，爱从听来，咱才会当体会，咱才会当了解呀。所以文慧呢，是从听闻佛法中得吼，得智慧。思思慧呢，是思维佛的真理。那咱爱用心去透彻了解伊的道理呢，安尼呢就会当生出了智慧。佛法中啦，咱干那听咧都过去，那干那知影世间事，无好好入心呢，再去思考。阿弥呢，就是无法度得到真实的智慧，必定爱思维、文思修嘛。所以思慧是思维佛理，人生智慧。那么修慧呢，是勤爱勤修，爱将真勤的心嘛，修起了禅定。禅就是善思维修，思维修那就是得定啦，就是定慧吼。那这是从文殊修来，你听法得到智慧，爱好好呢用心思维啦。啊，思维呢都爱去身体力行。按照佛法呢，甲咱指导，咱教法安尼去修啊。所以，伫佛法、佛陀呢，这部经啊，鼓励咱爱入灵根去，即咱都爱依照佛教行菩萨道，不离众生啊，入灵根中啊去行。六道万行吼，这就是三昧。这部经是圆教吼，爱好好去用功吼。观就是观想，
爱好好去用功，好好去想，安尼呢，咱才会当经过吼。这《法华经》啊，爱好好用心啊，非阿含方等不解教中，那文解思维修习，唔是干那的阿含念定吼，那爱搁的方等不解吼，安尼伫咧文思修，那介遐都断去呀啦，那咱安尼呢？就会偏啦、啊，偏右偏空吼、哦。那来到《法华经》，就是空有合一，空中妙有，真空妙有，那就是圆吼、哦。那这就是咱唔通跟咱执着啦，伫阿含的因缘果报，安尼念定。那爱国在向前前进的方顶，那开阔咱的境界，然后进入呢，或者呢，了解一切皆空啊，无常苦空，咱拢总呢会当体会吼。那这些文解思维修习，咱拢总爱了解吼，唔是干那停滞。在那个所在，所以若得文解思维修习，必得得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接来在一段文安尼讲吼，那若得文解思维修习啦，就亲像证明呢。所讲的，就是如来所说一切法啊，咱要好好思维度量，一念不忘，加功不益，啊，真正用心嘛，去体会，去了解呀、啊，咱听是安尼听入来啊，咱要安怎样呢？未来的方向，咱爱安怎行？佛陀是安尼甲咱教，咱的方向要安怎行？爱去度量吼，那一念不忘，加功不益，就亲像伫咧开路的人，你爱先去测量，从这个所在要对准到佛的境界。将凡夫地要对准到佛的境界，那咱要好好呢测量，对吧？要真正一念，要思考不断不断的思考啊，听伊经法，甲日常的生活，甲世间人群的心态，咱拢总爱去用心。去度量啊！佛法唔是干啊，伫白纸黑字的内底，唔是干啊声音听出来，放在心的多好。咱呢是爱弘于天下啊，真正佛法的方向。所以呢，咱爱度量一念啊，不忘加功不益吼，爱、哦、应该爱真用功。在我们的观念上，佛法呢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是我们的慧命，是我们的思想，要去向天下，去体会，去了解，吼。那所以，那会当安尼啦，必得得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
那会当安尼修行啦，迄个方向对准啦，文殊修持呀，那迄个方向对准，安尼去照亮啦，普天之下照亮所有呢人间一切。那咱体会了解方向就是安尼，以佛心为天下众生苦，咱要安怎样去投入人群去体会人群的苦难，人群中的烦恼，这就是咱要去开启智慧淬炼的地方，这就是咱的方向哦。如将得见释脱涅槃，啊，涅槃呢就是涅槃呐，涅槃也就是叫做灭道，所以苦集灭道啦。咱爱灭，灭尽了一切苦，唔是灭咱家己的苦呢，定是爱灭尽了。人生种种的烦恼无明苦，众生有烦恼，伫咧造作无明啊，造作福祸无明啊，嘛是呢，人间啊不得安宁啊，所以我是爱讲大我，非小我，为大我而修行，唔是执着伫小我。这就是我们灭灭道的所在，真正灭掉了呢人间的苦难啊，这就是寂静清净的境界吼。啊，咱家己都爱安尼去用功啊，希望会当助力兼利他人，助灭苦难也灭。众生的苦难，那就是灭尽，灭尽哦。烦恼就是爱自己的烦恼，去除啦，也希望去除众生的烦恼，完全净尽吼，拢种清清净啊，拢种无烦恼，所以度脱生死。的意思叫做涅槃，那涅槃呢，就是已经得到解脱啦。那解脱呢，就是得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嘛就是至定无上的正觉吼。那这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呢。觉悟得道啦，那觉悟得道呢，嘛叫做涅槃，嘛叫做涅槃，嘛叫做灭道，这就是至真定觉吼。那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，各位菩萨。不是口头上称的菩萨，是爱咱身体力行啊，利益人群的菩萨啦。咱家己修行，修行不是干那自利，咱是爱兼利他人，不是干那求家己的范围平安。是爱兼利天下，会当人人平安自在，这才是呢祥和，真正是真恶祥吼啊，真和气啦！诶，人间也就是人间净土，咱真正需要发水呢来洗涤咱的心啦。人人呢，慧命还阁真大，咱的慧命应该呢，爱有法水呢，
时时来甲咱滋润。啊，发水呢，咱都爱去用功啊，才有法度呢吸收着发水来滋润咱的慧命。那、啊、这是爱靠咱家己，爱时时多用心。